What do you think? It looks great. Wow. So good. Yeah. Oh, my God. Yeah. Yeah. You look so much younger. Yeah, Doc did a great job. Oh, my God. Oh, my God. Oh, really?万一出现在真实生活当中，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呢？会不会很恐怖，恐怖到让你变超人？或许这样的情节还是有点太过出色夸张，但是现在在国外真的有个网站可以提供类似的服务。上传一张照片就可以把那张脸做出来，连眉毛、胡渣或者是肤色等细节都可以做到惟妙惟肖。有没有？这感觉真的很逼真。除了面具之外，他们还可以把你的照片做成12寸的客制化真人公仔。只不过这个真人面具真的不便宜，一副要价就要299块美金，要变脸恐怕得存个万把块才行。